你是不是想要和银行申请 personal loan 时，却因为不符合银行的条件和条规而无法成功得到贷款呢？以下就是五个导致贷款不获批准的因素。第一， high DSR 负担过高；第二， bad payment record 不良记录，如 late payment 或 bad listed； 第三， weak document 不完整或完全没有收入证明；第四， age 年龄；第五， nature of business 行业与工作性质。所以在还未申请贷款前，要先了解自己有没有符合该银行的贷款条件。最重要是 print 你的 CDOS report， 检查个人的财务报表情况是否达标。如今银行贷款的门槛提升，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，做好一切准备，以便当你需要和银行申请个人贷款时，可以顺利的获得批准。现在就赶紧联系我们以获取免费咨询吧。